就是上了很多年学了嘛，所以说在经济上各方面都会有一些问题。这时候呢，我就选择可能是最廉价的，也是我最常见的材料作为我创作的资源。那么这时候呢，我自然想，因为我以前是做过那个设计和印刷，还有做过出版，那这时候呢，我可能自然就想到了，就是用纸张做我的那个艺术的呈现的方式。其实最大的困难还是在于制作和就是呈现，因为它的制作呢往往会遇到很多很多问题，因为它毕竟是软的，毕竟是纸，纸在结理的时候呢，或者在那个成叠的时候呢，它会有这个弹性，那制作的时候呢就非常困难。现在我依然不知道我觉得我更多的应该是一个艺术的从业者，对，我做的是一个艺术的方向的事情，但它是不是艺术，我是不是艺术家，这个我真的不知道。但是呢，往往这种固有的思维被打破的时候呢，人们往往会想很多事情，或想到很多事情，或者重新思考一些事情。因为这种思考呢，可能带有一种改变我们原有固有思维的这种方向，或者一种方法，或者一种给人们带来一种全新的思考的可能。每个国家都是平等的，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文化和自己的民族、自己的人口，自己的文化呢，它不管是好是坏，都有适合自己民族文化的东西。那我想每个国家它都有自己光辉灿烂的一面，那么不要因为利益或因为某种企图去把别的文化做以改变。中国